大家好，我是东宝啊。小红书大胖又到插秧的季节了啊。昨天说有可能插不好啊，很怕下雨，但是今天雨下的比较小啊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开始扯秧了啊，早上就先扯秧，晚上都在帮忙啊，一起有十来个人。这是撒复合肥啊，现在因为农村没来加换了，只能这样搞啊。这个在栽秧前还是要根一遍啊，耙一遍啊。第一防止漏水，第二它秧容易栽下去，不然下面已经有点硬了。这个大爷耕田耕得特别好，每次叫他帮忙，就叫他耕田。刚才还说没下雨啊，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下大雨了啊。这栽秧就有点扎实啊。今年天气有点反常啊，到了这个时候六月份了啊，阳历六月份了，都还是挺冷的啊。不然的话一般秧都早都栽了啊。今天下点雨啊，能见度还是比较低，风景不怎么好看啊。我也做了几次叫我们这秧好吃，这个秧是一年今年是这秧最好吃的。又来两个对手啊，扯秧有点多啊。像我们在栽秧现在一般都是老人了，年轻人基本没几个人在家啊。那边屋他跟老鱼来，咋的有心你要是上房屋去吗？他跟老鱼来，你不是没告他们这个都别叫这儿来。他怎么到养活我怎么把他更好嘞？我叫下午来，我再找他把菜园去。这顶子里有点硬，再养有点难拆。这顶子跟三么多片的，他是怎么绑给你？也没扎呀，就是他想他们杀的回娘走的是哪门去？你本门是本宗不是真话，我那里没点我没点实惠。摘掉，阿辉摘掉，你干不干？我有三千块钱，三千都可以。干不了，咱们走。三千块钱，你有心不交，那你摘呀？我们摘几天多好。你们别等会儿摘呀，谁都长高起来不好。啥嘞呀？这秧我自个才做不好的。有工资吗？因为这个田好多年没种过，所以不能晒很多少遍，都是很硬啊。所以今天这个秧很难拔，不然一清早能拔完啊。今天这个应该是拔不完的哈。栽秧其实挺快的。我现在搞点，你那边技术不行。我看看你那五十多岁，你妈搞我怎么教？你技术员太高。技术员你。我怎么教？你们也是太难搞了你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那是有啥撇事走到舞蹈里干？你也搞不来，给你们也十分，我们给你再来。你们搞到不来，年年搞那个，你妈没在技术活，走到舞蹈里干哎。这冷气的很呀。老天，老天，这个，这家伙，这衣服穿真好。田太硬了，虽然耕了几遍，还是太硬了。第一是黄泥巴田，第二好多年没耕了，所以梆硬的。干。就是要一个人都捡去，一个后头捡起去，后头捡起哦。拿锄头挖哦。哦，把边挖吧。那我们都是得挖嘛。给它塞好塞了，看看咋。羊有打根哦。那不把它搞绝育的。不是不的嘛。你要是睡不肯它，它都给它刨掉的。哎呦，又吹短了！又吹短了！好难吹啊！哎，老哥，那再养一年要挨巴的，步步的吹短要慢慢来。哎。我说你让我哪个说好吃哦？我哪个说好吃啊？我不是说我挖你的瓜，你也好吃。
都快一斤都没断。我也知道都扣紧眼的，我女儿都一直都扣断的。我们女儿看燕子也是四点钟就车，八点多钟九点钟没到就车远的。装量大大不要紧的，他闪你的道，啊水阳点你是大过了就迷不到啊，就会闪了。大的他也过，他有活的。我想我大洋在外面啊，我这边去哈子你再养点鱼，就在酒店也不一样了，在酒店有点养在了。没有，那个我跳跳。我的。看一下这个雨啊，越下越大啊，这个这样就扎实得很啊，雨越下越大，不好操作了啊。今天天气还有点冷，哎，因为全是老人家，哎，大山里面栽点秧啊，有点扎实啊。现在这个雨是越下越大啊，这个栽秧就辛苦了，又累又冷。今天我家这个秧就懒得拔出来啊，钱比较硬，所以说今天这个非常辛苦。我今天懒牛的哦，懒牛的操牛起来的秧，拔不动了，全部拔断了，像那个牛吃的一样的。嗯，这么一行大概有50个秧，快12行啊，有600个秧啊，这样就是一个秧啊，一把啊，一大把啊，就是4小把啊，一亩田大概要50个秧啊，就种。嗯，我家5亩田，差不多就要250个啊，算300个，可能还剩一半啊，到时候给姑姑家啊。所以说啊，看种这个双阳大高产不？我估计这个。四斤总是要种至少8亩田啊，今年没油了，加下油。主要是扯秧和那个耕田耙田慢点，那栽秧是贼快的。虽然这个田有点难扯这个秧，但是人多量大，还是挺快的，扯了一大半了。你放心的啊，多干啥要那点米买那点米，好的我买，好的他的我不要。5块钱现在人家。我不是过年就啊过了。5块钱你他妈怎么不省点的啊，那边呀，你从这房子去。昨儿把你那洗，你昨儿把你搞你搞得好，你吃啥的，你稍微大意，你那个秧就扯断的。这个秧一拔完哈，甩上岸，因为这个田待会儿还要爬的。阿斌不要睡，阿斌不要过来，你就这些。走，吃早饭去。因为今天我家这个秧比较难扯出来啊，所以说现在9点钟了，估计还有1个多小时啊，先吃下早饭吧，不然都饿了。
嗯，现在就提一些羊下去了，都是让它背。无忧的。这个水好浑浊，应该是前面哪里滑坡了，前面的水已经接下来了。今天的早餐啊，猪头炖豆腐，一个小白菜啊，酸鱼。钱退回了，干不了了。嗯，吃老饭吧。来，二妹。好。那个妈，我给你叠。来，好，你叠些人。我没叠，我到时候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不用等我忙啊，因为忙得起来，你先哦。那么早了，吃饭没？啊，快点，来嘛，来嘛，都叠面。我今天回过来早上老迟了，是吧？啊，坐这儿。啊，老五哥。啊，接着坐，接着坐。我是杨明，来坐吧，我走。坐吧，你们坐。好嘞好嘞，好嘞好嘞，你们俩是吗？你啥时候给你们女儿吃饭？别老了老了是不？俺老婆儿子，老家。哎，这个这个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来来来，哎，中安姨，大姨和二姨，我有打下手。你也不敢提，装个脸。嗯，主要是这些东西。那他就是，好好，你起名了，啊？都给起名了，多少年？多少年？哎，哥，干么子样的？哎，哥，多少年？你还有几？你儿子来嘛？还有几兄弟嘛？他们写的，啊，他们写的，多少年？一个年。哎，有的，哎，有的，还三年工资，还有钱，慢慢去，慢慢去，提到火里。今儿养狗，今天这养狗的，好了，不让你洗，今儿没洗它的。然后收拾收拾。今天这养钱高多，不晓得。要么的菜。我把你啥子？说啥方咱等着就吃一样的，今天这一个味儿是等着就吃的。我，你几瓶嘛？几条狗？那我你挑啊，你说话。张楠，我进大厅。他打比我偏不高，这儿这么得气的，本来看你得气啊。这儿我咋比你看你自家的？哦，这儿看你自家的。去哪做饭？我们去做饭。好，现在吃完早饭就准备走了。